就怎么了，破掉而已。哦，破，那就要买 3D 列印机啊！我印一个被子给你，给你盖，你就盖那一个。你不转换，你就是盖那个。可以啊，像棺材一样这样把人盖起来，哇，完美啊！然后把冷气都挡住，吹不进来就不会冷了，直接就变棺材啦。对啊，完美，直接入土啦。